高僧行仪，不朽传奇。欢迎收看《高僧传奇》。上一回故事说到了玄奘大师来到摩揭陀国拜见了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法师，感受到那烂陀寺的学习风气相当自由，于是计划以一边游历一边研读的方式作为学习的课程，并且在王舍城里展开游历旅程。玄奘饱览佛陀圣迹，每到一处都无法自己，处处都是令人触动。经过一年之后，决定回到那烂陀寺静下心来专心研读佛经。当他一回到那烂陀寺时，就听闻一件好消息，是多年不曾讲经说法的戒贤法师决定开讲于伽师地论。玄奘欣喜若狂，勉励自己要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好学习，才不会辜负戒贤法师的知遇之恩。戒贤大师开讲当天，玄奘焚香沐浴，并且做好预习功课，以虔诚恭敬的心去参与一场殊胜难得的法宴。玄奘被安排在听众席第一排。当戒贤法师来到讲坛时，玄奘向法师行叩首礼。当玄奘抬起头时，戒贤法师对着玄奘微微一笑。这一笑啊，宛如春风，沁凉入心。万众瞩目之下，戒贤法师正式开讲，现场鸦雀无声，唯有戒贤法师浑厚的嗓音回荡在坛场四周。当戒贤法师讲到《于伽师地论》的序篇时，台下听课的人群中传出了哭声，打断了戒贤法师讲课。众人循声侧目望去，那个人却又大笑起来。一旁的觉贤愤怒地高喊着：“来人，把捣乱的人拿下！”在坛城外围的武僧动身要捉拿他，戒贤法师连忙说：“不要伤害他，把他带上来问话吧。”这个人是来自于东天竺的外道，来到戒贤法师面前时，朝着法师重重磕了几个响头，便对着法师说：“我曾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要成为国王，没想到菩萨竟然现身告诉我说，不用发这种可笑的誓言，未来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将会为一位来自东土的高僧宣说于伽师地论，到那时你再前往听讲便是。”说完菩萨就不见了。如今菩萨让我见到这幅景象，我才会又哭又笑。众人听到这名外道所言，坚信佛教教义中的因果循环之说，不禁赞叹戒贤法师奇才的风范，更是惊叹因缘法的不可思议啊。当孩子被卡通动画吸引时，我们已经为孩子敞开了学习的大门，用孩子的高度看世界，让教育与智慧体现在生活中。邀请大家一起来护持节目，让孩子开心的笑声永远围绕在我们身边。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戒贤法师的《于伽师地论》讲座，这一讲就是一年多。在这段日子里，玄奘用心听讲，潜心钻研，全心投入，精进不懈地将《于伽师地论》
从头到尾研读三遍，理出了书中的脉络，更加以分析，使这部大圣经典更容易让人亲近阅读。玄奘学习完《瑜伽师地论》之后，深感那烂陀寺的藏书众多，是研读佛经的最佳场所，打算要多停留几年，好好的充实一番再说。在这段期间，玄奘不仅研读佛教典籍，还涉猎了婆罗门教的经书与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建筑以及水利等著作。玄奘认为，除了佛法之外，在这文化古国当中一定还有值得学习之处，学成之后可以带回大唐运用。玄奘的博学精神很快在天竺传播开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效法，因此声望也就水涨船高。可是相对的，也吸引着不少人想要挑战玄奘，一较高下。一晃眼，玄奘在那烂陀寺的学习已经有5年了。玄奘并不打算马上回国，想留在天竺游历，因此求见戒贤法师，想听听师尊的意见。清风徐徐，竹影婆娑，在和煦的午后，戒贤法师的身影穿梭在其中。玄奘来到竹林，望见清瘦的身影，便呼喊着：“师尊，我来了。”戒贤法师听到玄奘的呼喊声，便缓缓转身，邀玄奘一同坐在石凳上。戒贤法师说：“这些年下来，据我观察，老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师尊，这我……玄奘欲言又止。戒贤法师看着玄奘说：“缘聚缘散，这本注定，你又何必拘泥呢？”玄奘点点头。戒贤法师问着玄奘说：“那何谓学？”玄奘沉吟片刻，拾起了地上一截竹枝，在地上画了个小圈，他说：“这是过去所学。”然后又在小圈外画了一个大圈，他说：“这是现在所学。”学问好比画圈，学得越多，圈圈自然就越画越大。但是反观自省，自己所学还是太少，因为学无止境啊。戒贤法师也拾起一根竹枝，在地上画了一个有缺口的圈，他说：“学者吐纳也，学习不是封闭的，你画的圈圈都是闭口，这样就把自己框住了，自然会觉得所学不足。学习是举一反三，要知道运用。虽然说是学无止境嘛，但是万法不离本源，参透了学习的本质，你便能享受学习的乐趣，就不会为学的少而苦了。”玄奘开始思索戒贤法师所说的话。戒贤法师突然问玄奘说：“为何要辩经？”玄奘不假思索地说：“明义思辨，贯通查错。”戒贤法师追着问：“人以何而活？”玄奘回答：“吐与纳。”戒贤笑笑说：“吐与纳之间是相辅相成，你都不吐，何来的纳呀？”经过戒贤法师的点醒，让玄奘明白参学佛法的用意，于是恳求戒贤法师让他外出游历。
法师一口答应，勉励玄奘游学回来要精益求精，更期盼玄奘游学回来要传道授业，为天竺视为的佛教重新注入活水，也为方兴未艾的大唐广布大法，利益群黎。玄奘离开那烂陀寺有5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玄奘跟随一名学者学习因名生名。由于这名学者还是一名军论师，因此玄奘也跟着学习有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这5年来的充电之旅，让玄奘接触了天竺境内各形各样有修为的大师，吸取了有别于佛学的人文科学心知。玄奘遨游在浩瀚的知识海中，却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吗？有一天晚上，玄奘做梦，梦见那烂陀寺变成一片荒芜，僧人都不见了，坛城广场变成了牛圈。这时有4位菩萨相继出现，文殊菩萨说着：“孩子，该回去了，东土的众生还在等待着你度化呢。”接着又梦见那烂陀寺被烧个精光，玄奘从梦中惊醒，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心跳极快，嘴里不断念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心想，这是什么样的梦境啊？是菩萨在暗示我什么吗？回想着要离开那烂陀寺时师尊的再三叮咛，扪心自问，难道师尊对我的期望我忘记了吗？师尊一直殷殷期盼我在那烂陀寺能开坛授课，可是如今我该是回去的时候了。玄奘开始整理行囊，天一亮就往那烂陀寺的方向去。玄奘回那烂陀寺的讯息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回到山门前还是如往昔一样，由于没有惊动任何人，自然也就没有迎接的阵仗。玄奘往自己的疗房走去，背后听见有人在唤他，转身一看，原来是比蒙。比蒙狠狠地向玄奘挥来一拳，重重地打在玄奘的胸膛上，说着：“哼，好身子，法师，你比以前结实许多，换作是过去的你，铁定要退了好几步，哪经得起我这一拳呢？”玄奘心想，这是哪门子的打招呼啊？还好身子硬朗，不然哪撑得住哟。玄奘卸下行囊，问比蒙说：“这些年，法师他们还好吗？”比蒙回答：“他们都很好，小师父智远这几年也进步许多，身体也锻炼得相当精壮。”这时，在远方的觉贤法师看见玄奘回来，挥着手欢迎他，用手势暗示着玄奘到方丈室坐坐。玄奘来到方丈室门口时，觉贤法师已经在门口等候，对着玄奘说：“欢迎你游学归来，方丈等着你，快跟我进来。”玄奘一见到师父戒贤法师，马上行跪拜礼，像是离家多年的游子见到许久未见的父亲一样，激动的心情久久说不出话来。戒贤法师说：“孩子，快起来吧，为师的重担要交付于你，但你红着双眼怎能肩负大任呢？”玄奘不懂师父所说的重责大任是什么。戒贤法师又说了：“我一直在等着你回来，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我都怕等不到你回来。为师的身子骨衰败了，挺不了几年。我决定开坛。玄奘抢着话说：“师尊，不成啊，您的身子骨经不起啊。”戒贤法师说：“哎，我话都还没说完呢，看你急的。我决定开坛，但是要由你来讲，该是你承担的时候了。”一旁的觉贤法师拍手叫好说：“嗨，我们等这一刻等了好久啊，总算等到有人接棒了。”戒贤问了在座的其他法师们意见，众人各个点头，一致赞同。觉贤法师说：“这下子不能再推辞喽。玄奘，相信你一定会比我们更好。”玄奘在众望所归之下，接下了弘法的重担，开始筹划讲座的内容，排定课目是《摄大圣论》与《唯识抉择论》。这两部论述都是唯识学中重要两部经典，尤其是《摄大圣论》更具有研究价值。当玄奘带师讲经的消息传开，便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听讲。寺中另外一位论师狮子光正在寺里讲授中论及百论，因为课程内容上与玄奘所要讲述的有些对立，觉贤法师担心他会不悦，于是前去向他打声招呼。这两坛讲座一相比较之下，论狮子光的讲座被抢去不少风头，于是狮子光前来旁听。狮子光为了颜面，要求寺里把他的课程排在玄奘前面，好给玄奘来个下马威。狮子光在讲坛上炮火猛烈，比蒙不屑狮子光的作为，认为他没有君子风度。志远则为师父玄奘站台，呼吁将高傲的狮子光赶出那烂陀寺。一开始两坛讲座平分秋色，各有嚣张，但是狮子光不甘示弱，在讲座当中不断批评玄奘的论点。相较之下，玄奘的讲坛就平和许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听课的人数有着明显的变化，狮子光的听众流失了许多，因而心有不甘，决定要与玄奘同台论法，一较高下。于是发出战帖，邀玄奘公开辩论。这个消息一出啊，可是难得的大新闻。玄奘与狮子光同台较劲，绝对是精彩可期。在玄奘看来，这其实没什么好辩论的，只是彼此的观点不同，辩论下去只是会伤了和气。可是战火已经被点燃，免不了一战。玄奘以平常心面对，而对方可是火力全开。辩论开战之前，观众已经坐满了席位，都在期待这一场辩论会。一开始玄奘采取守势，只专注于大圣佛法的论述，不对小圣佛法加以评论。但是狮子光却是不同，攻势相当猛烈，对大圣佛法的批评毫不留情。到最后结辩时，玄奘只问了狮子光一句：“请问阁下，佛陀教化之意是我为众生，还是众生为我？”这句话问的狮子光哑口无言，不知道如何回答，像是炮火突然熄灭一样，再也点不起火花。结局很明显的，狮子光输掉了这一场辩论。狮子光
顿时脸上无光，黯然下台。玄奘虽然赢得了辩论，但是脸上却没有喜悦的表情，因为在玄奘的心里根本没有输赢，而赢的是佛法在天竺逐渐燃起火光，让人民看到了希望。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请您继续锁定十方法界频道，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